家早哈、哦。我们这几天讨论到的是学习啊，要主动对治自己的习气，这个才是真实的功夫。修学呢，重实质，不重形式。那昨天我们谈到对治呢，一些根本的习气呀、啊，啊贪嗔痴慢疑，这是五毒烦恼。那昨天谈的主要呢是针对贪这个部分，今天呢我们来接着呢。我们一起探讨啊，这个嗔，嗔就是脾气大，脾气大的后果啊很不好，啊人在这个盛怒之下做的事情，往往是后悔莫及，啊你比方说在历史当中，一怒杀人，啊一怒。发动军队，那个后果啊都很难收拾。啊，比方唐太宗啊是很有德行的人啊，但是他也免不了啊错杀了忠臣啊，所以有一个臣子、啊。叫张蕴古，这是很好的一个臣子，但是有人进谗言呢、啊，唐太宗一时很生气啊，就把他杀了，啊，最后呢查出来呢是被诬告的，啊，唐太宗非常后悔啊，也来不及了，啊，所以这个怒啊得要节制啊。不然我们人生多少的遗憾事都是因为发怒造成的。啊当然这个怒字也提醒我们啊这个心已经变成奴隶了。啊被这个坏脾气控制住了。啊人都不愿意做奴隶啊更不愿意做坏脾气的奴隶。所以有一个成语啊叫三省定谳，大家听过没有？没有，没有啊！啊，这个典故应该是跟唐太宗很有关系的，就是一个案子呢，经过三次的审定之后才确定，不然他第一审就把人给砍死了，那之后就没有办法再挽回了。所以现在好像一般像在台湾的法律叫地方法院一审，高等法院二审，最高法院三审，就是这个意思了。所以因为唐太宗那个时候错杀了忠臣啊，他非常后悔，说以后啊面对这一些重大案件呢，一定要非常谨慎，不可因一时的意气啊去处理事情了。这个包含像很多重大的事件呢、啊，都是因为忍得住怒气啊，才不至于把事情搞得更糟糕。像汉朝初年，刘邦用的大臣当中有韩信，韩信是个大将军呢、啊，特别会打仗的。结果韩信自己称王。当下这个刘邦火冒三丈啊，就快要大发雷霆了，啊，正要发雷霆的时候呢，旁边张良赶紧踩他的脚，因为韩信武功高强啊，他军事能力很高啊，
假如那个时候刘邦就大发雷霆了，可能那个冲突就开始了。刘邦是没有胜算的，所以这个张良呢，运筹于帷幄之中呢，决胜于千里之外，赶紧踩刘邦的脚。当然了，刘邦也不简单，一被踩，怒气就下来了。好，我们被踩烂了，可能还是很困难的哦，还是一意孤行就麻烦了。所以你看哦，那个怒没有忍住啊，就没有汉朝了，可能哦，哇，那整个中国的历史全部都要改写，我们就不叫汉人了。哦，所以这个成大事者，确实要太商崩于前，面不改色啊，要有这种定力啊，才能成得了大事。好，尤其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变，不要发怒，不要惶恐，首先要先定得住心来应对。定得下心呢，最起码不会让事情恶化下去。所以掌握情绪的人呢，才能掌握得了未来。汉朝好几个故事啊，包含吕后。吕后是刘邦的太太，结果匈奴写了一封信啊，侮辱吕后，轻慢吕后啊，吕后非常生气，马上叫樊哙召集十万大军要打匈奴啊！你看，就因为被一个羞辱啊、哦。十万人就要出动了，那不知道多少家庭要流离失所。幸好有一个大臣季布劝他要止住怒气，止下来了。止下来以后啊，还恭敬地对待匈奴的来使，本来就是要把那个来使就当场就要把他杀了，就忍下来了。哎，结果事情过后啊，这个匈奴的单于啊，自己觉得不好意思了，还来道歉呢，所以忍忍得下来啊，才能化解冲突，甚至于才能赢得别人对你的尊重。好，所以我们从这些故事当中呢，感觉得到，扶得住怒气啊，才能避免严重的后果。所以这个祖师大德呢，也有提醒了，这个嗔恨怒气啊，是失正法之根本，堕恶道之因缘，法乐之冤家，善心之大贼，种种恶口之所腐藏。人这个嗔恨心起来了，我们说的一念嗔心起啊，火烧功德林，一个人的道德修养一下子就都曝光了。所以我们说修行修得好不好，就要问说呢，上一次发脾气是什么时候？假如是今天早上啊，那就全烧光了，都没有了。失正法之根本。而且呢，你看人动怒的时候啊，不止成就不了自己，成就不了别人，很可能呢变成这个以身谤法啊，人家一看哦，修行的人，学传统文化的人脾气都这么大，别学了啊，不止自己失了正法，很可能还造成别人信心丧失。所以这个很重要。堕恶道之因缘，法乐之冤家。孔子说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啊。我们假如常常发脾气呢，铁定学习不会有乐趣的。
然后善心之大贼。人常常在情绪愤怒当中啊，这个善心出不来哦，种种恶果之所腐藏，就是一个人常常会骂人，动不动呢嘴巴特别厉害，就是因为他常常都有情绪在内心啊，生闷气，埋怨别人啊，内心动了嗔恨心了，机缘一出现，抓着机会就骂人。所以这个是种种恶口之所腐藏，就一直积呀，一直积呀，最后就爆发出来。所以一个人常常骂人呢，也是他心地上呢常常都在酝酿这些怒气。一个人内心都是心平气和的，不容易发脾气的。好，那我们思考一下，一个人为什么会发脾气，他的内心呢是什么心态不妥当的才会发脾气？好，诸位学长，我们要解决问题啊，得从根本原因去找啊。大家觉得我们脾气上来的主要的原因在哪里？啊？哦，不顺自己的意，那是不是贪？哦，不顺自己意的。哦，那这个是人呢、啊，无形当中的控制的欲望很强，不顺自己的意就不高兴了。好，再来呢，傲慢，傲慢，然后他不顺自己意了，也生气了。哦，还有没有？要求别人做好，那也是不顺自己意的，是吧？这但不顺我要求的吧？这还是控制的念头的。好，没有为人着想。好，能为这个能为别人着想，就把我给忘了，气就出不来了。气怎么出来的？就是有这个我。你怎么可以不听我的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所以大家找出来生气的根本的贼王在哪里？擒贼要先擒王啊！所以大家记不记得前几天跟大家讲的几个故事？这个刘欢刚好乘着马车是吧，然后突然有一个同乡的人跑过来了，这一头牛是我的。刘欢说，好好，你牵去吧，牵去吧。他生不生气？他没生气啊。哎，当下一般我们生不生气？什么生气，揍他。这我这做了几年了，还你的。你看我出现了。你怎么可以误认我的牛？这个是人呢、啊、就是一来呢不顺自己的意会生气的。或者呢骂我了，我不高兴了；侮辱我，我不高兴了。你让我有损失了，我不高兴了。会起这些嗔恨心的。所以你看刘宽没有我，你先去吧。
哎，结果没几天，那个人发现了他的牛找到了，误认人家的牛了，啊，赶紧恭恭敬敬的把牛送回去，啊，然后很不好意思，哎呀，大人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误认了。哎，假如刘宽那个时候啊，让他迁去之后，心里面还有不舒服啊，啊，就是藏了情绪了哈，他牛迁回来会怎么样？啊，就骂一通了，骂得很凶啦。所以人心上啊，绝对不要藏任何的情绪，不然迟早啊会爆发。哦。刘宽是当下又是体恤那个人，哎呀，这个牛长得很像啊，太正常了，太常见了，哦，谢谢你呢，还把我的牛送回来，哦，你看还给人家台阶下，哦，我们刘总昨天强调啊，要给人台阶下，啊，那人家给你台阶的，你就赶快下。哦，不要人家给你脸，你不要脸，哦，还在那生闷气，没事都变有事，小事都变大事，哦，能包容，能宽恕，能恒顺，大事就化小，哦，好，哦，所以这个是刘宽的风范，他为什么脾气这么好，他没有就是想自己而已，他都是想到别人的处境，哦，包含他那个婢女端着热羹来要给他喝，哦，结果一不小心呢翻倒了，还打在他的朝服上面，哦，结果一般我们来讲想到我的衣服，我待会要上朝，火就来了，都是我一个接一个，哎，可是刘宽马上想到的是，你的手烫到了没有？衣服脏了再洗就好了吗？这么生气干什么？而且他还体恤到啊，这个婢女也是一片心意啊，端热汤过来了。所以人情绪一起来，反而体恤不到人家的本来的那一份对我们的善心。付出，啊，只着在他现在把事情搞砸的这个动作上，然后就发脾气了，啊，这样呢会把人家那一份善呢都给抹杀掉了，啊，所以见人错事不指责，要协助，啊，比方孩子看你回来了，他高兴了，赶紧去端一杯水，结果端过来走路太快了，不小心啪打碎了，哎，当场我们假如发脾气了，孩子那个要服务母亲啊，恭敬母亲的心就被否定掉了，哦，所以当下呢是能感觉到孩子的心，哦，然后先协助，先不要骂一通，把这个东西都赶紧收拾好，把这个茶杯都碎碎都扫好，以免造成危险，然后对孩子讲，刚刚你要给妈妈端茶，妈妈很感动，但是呢做事情呢还要谨慎一点，你很和颜悦色的跟孩子讲，他一定会记忆非常深刻，所以人不能扶住脾气啊，最好的机会教育点就丧失掉，都是情绪的一种发泄，那整个家庭啊团体氛围啊就很不好了，哎，能止住情绪的啊，当下心平气和应对，啊，孩子就学到了，从这个事情当中学到以后怎么样不再犯同样的情况，而且他也感觉到妈妈修养很好，骂一通以后啊，留在孩子留在同人心中的呢
就是妈妈领导脾气很大而已啦，其他的一句也没记住了。所以当下跟孩子讲，宽转弯误触人，事勿忙，忙多错，直须气如之盈。在这个机会点上，这些句子啊，孩子就会非常深刻，就不容易忘了。好，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止住脾气啊，才能真正借由这个机会给予当事人最好的引导。好，所以我们分析出来呢，忏悔啊，主要的还是这个我在作祟，不顺自己意了，或者人家这么对我，我不能接受啊，这么骂我，我不能接受，这么要求我，我不能接受，就生气了，还是看自己看得很重了，所以怎么样忍住忏悔，还是一个最重要的是一个忍字，忍得住脾气，但这个忍的功夫啊，有几种，第一呢是力忍。硬是把它压下来，当场脾气快上来了，实在受不了了，硬压也压不住了，怎么办？先离开现场。大家不要说好啊，立誓练心很重要，结果那个境界已经扛不住了，还硬撑在那里，那就不好了。你真的忍不住了，先离开现场为好。那当下你就深呼吸一下，然后对不起，我要上厕所，赶紧去厕所，哇，先发泄发泄没有关系，先把这个气先排一排，稍微平和一下再回到现场。这个是硬是把它压下来，不过怕到时候压压压火山爆发就麻烦了。所以这个呢，另外再提升了，叫忘人啊，人家恶意对我们不礼貌呢，不计较，包容啊，算了算了，没事没事，不要计较了，这是忘人，不放在心上。所以有一句俗话叫公和顶上看卓玛，宰相肚里能撑船，那就是肚量很大。大家一提到肚量，有没有想到哪一个景象？弥勒菩萨的榜样，人家吐口水了，涕唾在面上，随他自甘了，我也省力气，他也无烦恼。人能修养到这个境界，那就没有人能够让他生气了。好，诸位学长，希不希望过没有人能让我们生气的日子？什么时候开始过啊？你们真是自求多福，不自讨苦吃。不自掘坟墓了。好，这个扩宽心量很重要，不要计较。再来，烦人，人生气有时候就是刚刚我们陈学长讲的傲慢，都觉得自己对，那个气焰呢越来越强，都是他错，都理都在我这边，火就上来了。所以朱子治家格言告诉我们：因事相争，焉知非我之不是，需平心暗想。人肯反思说，这一件事情我还有哪些不对，一反省啊，这个火气就开始下降。其实俗话里面呢，也提醒我们，一个巴掌拍不响，一定是两方都有不妥当的地方
这个才会发生冲突啊。所以成语里面又告诉我们说半斤八两，你们没听过吗？哦，还有一般见识，就能够发生冲突，就是水平差不多了，没有什么好去指责别人的了。所以只要，所以你看，那以前会教孩子的父母啊，孩子只要跟人家打架了，都不用问原因，先再打一顿，是不是？哦，你别跟我解释太多，你会跟人家打架，你也好不到哪里去。哦，所以人能够反思自己，还是有不对的地方，心就平，慢慢平和下来。我们呢，时时要冷静啊，不要让情况更恶化，这个很重要。好，而且呀、啊，一个在学习传统文化的学子啊，我们是孔老夫子的弟子啊，时时想到啊，给人好榜样看啊，就像我们读的《孝经》啊，言师可道，行师可乐，德义可尊，做事可法，容止可观，一举一动啊，人家看了可以效法，进退可度。所以我们今天假如常常发脾气的，那人家都在看我们啊。我们这个学习传统文化学多了，道理也懂得比较多啊，我们容易去看别人，却可能忽略了人家也在看我们。我们都希望家里的人赶快学，家里的人有没有在看我们学的怎么样？有，我们到单位去希望大家学哦，可是大家都在看哦，这个人学的怎么样？我记得我父亲，我上次回去的时候还跟我提到，他说有一个人学传统文化，大家都学得不错啊，结果有一次在公司里发脾气，发完以后啊，这个同事都在谈话当中都说啊，学那传统文化也不怎么样啊。哦，所以我爸爸赶紧来提醒我，哦，真的哦，会把人家的信心都给断送掉了。所以发怒啊，古代呢可能会杀了人家的命啊。现在啊这种情况啊少了。可是啊发怒啊可能把人家的慧命都给断送掉了。把人家学习传统文化的机会给断送掉了。这严重性呢、啊、不亚于杀了人家的命啊。因为这个慧命啊，他要再有这样的学习机会啊，可能都要无量劫啊，很长以后才有机会的。所以我们面对他人呢，学习传统文化，我们应该就像爱护一个婴儿一样啊，《大学》里讲的“如宝次子”，你抱着一个襁褓中的孩子，就怕他滑下去。就那一份心呢、啊，自己去做榜样，去引导别人学习传统文化，有这样的关照，有这样的柔软，很多习气呀、啊、脾气就容易服下来。哦，好，哦，所以这个凡人，我们在五伦关系当中啊，尤其夫妻关系。有冲突了，可能对方啊，另一半有七分错，我们有三分错，但是我们假如咬着他七分错，那他铁定咬我们三分错，然后就不可开交了。
这个时候我们只有三分错，我们还承认自己三分错，马上对方的惭愧心就出来了。所以这个反忍很重要，甚至于是完全没有错还反省，那是自诚感人啊。所以我们养成一个好习惯，不管人家是不是误会我们了，人家态度情绪一来，我们第一个反应啊，对不起，包含了走路，明明是人家撞我们，我们很习惯很自然啊，对不起。养成习惯哦，就自然就提起来了。别人撞我们，我们还说对不起，好不好？好啊，为什么？我假如不站在那，他也撞不到吗？凡事还是跟我们有点关系吗？我就不在那，他不就撞不到了吗？我前辈子不撞他，他不就不撞我了吗？真正的把这些道理常常观察关照啊，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啊，就没有怒气了。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，你就没有怒气了。跟自己有关，先反省自己。我记得我在念初中的时候啊，我姐姐念高中，她有一天打电话给我爸爸，我爸，我眼睛不舒服。我爸很疼孩子的，好，明天带你去看医生。那刚好我姐姐那个时候啊是在补习班。那为什么在补习班呢？因为我姐姐呢大学联考啊没考好，然后呢我姐姐还说那我就去读那个专科就好了。结果我爸爸给我姐讲，就你还是去考大学吧，因为我爸爸怕我姐姐以后啊没读大学心里自卑。那父母有时候都考虑得很远了。结果去补习。那一天打了电话，我爸爸一放下电话就很不安了，想说那就现在去吧，马上给单位请假，就赶到补习班了，要去接我姐姐去看眼睛了。结果我爸爸一去啊，才知道呢，我姐姐那一天没去上课。当场发现我姐姐。这件事你不要跟我姐姐讲啊，我们今天是就事论事啊。结果一发现，哇，怎么孩子没有在补习班读书，发现的情况。我爸爸还心平气和问我姐，女儿啊，你是去哪？我姐姐一看呢，很没面子，恼羞成怒啊。所以这个怒里面还有一个恼羞成怒啊，好面子也会生气哦。马上就跟我爸讲了，我本来就不想补习嘛，偏偏要我考大学。我爸的一片心意哦，还被他骂了。你看当下的国摇吕洞宾啊，不是好人心啊。我爸是设想他以后呢，他还骂我父亲，结果骂完了。我跟我二姐在那里战战兢兢啊，今天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的啊。过没多久啊，我爸把我们两个找去了。我心跳加速，咚咚咚。突然呢，我爸就对我跟我二姐讲，说你们觉得哈，爸还有哪里做得不好？你们给爸提出来。那个当下我跟我姐姐二姐两个人互相看一看，心领神会啊，对父亲啊无尽的崇敬啊，觉得父亲的修养太好了，
哦，因为我们从小都觉得呢，能被父母生到啊，是最大的福气了。哦，我们家虽然呢不是很富有啊，哦，但是父母对我们非常爱护，啊，家里又很和谐啊，所以常常呢，同学到我们家里来，哎呦，当你爸的孩子真好，哦，我爸又很好客啊。所以我们在心理上都已经觉得我们是很幸福的人了，啊，结果父亲当下还觉得，哎，经过这一件事情，是不是我还有哪一些做得不好，又主动的，哎，让我们提出来，啊，所以那一幕啊，一辈子都忘不了，啊，所以父亲没有任何的错呢，都能够反观我是不是还有错，来赢得孩子对他深深的佩服了，哦，所以这个是凡人，还有官人，哦，这个官呢，其实就是用宇宙人生的道理啊，来关照自己，哦，比方我们刚刚讲到的，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，哦，这个就是关照啊，我之前做的对不起他的事，他才会这样对我，啊，不只是前世如此，很可能今世我们确实是做了一些让他很不舒服的事情，我们自己忽略掉了，哦，哎，他才发脾气，哦，好，包含我们昨天跟大家讨论到照见五蕴皆空，啊，物质啊，刹那变化，啊，我们的这一些情绪啊，心理反应也是刹那变化，它不是真的，啊，他发完脾气啊，待会就好了，你不要跟他计较，啊，所以今天我们看电影啊，啊，他一秒钟呢，换了24张底片，我们分辨不分辨得出来，它不一样，可能就被这个景象啊给骗住了。哎呦，还真的有东西了，其实没有啦，一秒钟换了24张底片了。啊，其实我们人是一秒钟换多少张底片了？1280兆底片呢，通通是刹那之间就不见的东西了，你何必当真呢？何必计较呢？哦，所以人人常常这样去关照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就不会这么样计较了，这么样当真了，哦，所以啊，他说他恨你，假的，别当真，过2天他就好了。他说他爱你，也是假的，别当真，当真你麻烦就大了。有没有道理？啊，他说他爱你啊，哦，你就在那里陷在里面了，啊，到最后他不如你所愿的，你就痛苦万分了，哦，所以人这些爱啊、情啊、生气啊，这些情绪啊，其实都是变化莫测的，啊，你别把它当太真了，懂得放下。当然哈，严以律己，宽以待人，自己要拿出真心来。别人是不是真心啊，不是最重要的事情，我们自己要是真心才好。而人真正要有真心去爱人呢，除非他把这些习气放下，贪嗔痴慢疑这些习气不放下，真心真诚的心是起不来的。所以我们要提醒自己啊，我们有没有真情真意真爱，欲爱人者啊，先自爱，懂得自爱的人才能爱得了人，
懂得把这些习气去掉叫自爱，去掉以后他的真心自然显现的，就能去爱人了。好，所以这个是我们怎么忍住脾气呢？第四个方法，观忍，用道理去观照。再来呢，喜忍，欢喜啊，接受考验，考卷来了，他要试试看我的功夫到哪里，或者是哇，他骂我了，好事还是坏事？第一个，他考验我修养到哪里；第二个，他骂我，把我的业障都消掉了，所以是好事啊。所以人人想通了，人世间没有一件事是坏事，都是来成就自己的。所以师长有一句话说，随逆境处恶缘，无嗔恚，业障尽消。很多我们以前对不住人家的地方，现在人家给我们发脾气，我们完全心平气和，这些结啊怨啊就解掉了。好，这是喜忍。再来是慈忍，慈悲的心去对待别人。今天他对我们发脾气了，我们很不忍心，他被脾气被欲望给控制住了，这个就是慈悲了，念念的为对方着想，气就上不来了。我们刚刚讨论的，其实生气都是因为有这个我执啊，有这个我才会生气啊，念念为他着想了，看到一个人生气啊，怕他身体不好啊，赶紧的让他消消气啊。所以《弟子规》里面讲到，父母责须顺承。这个孝子啊，看到父母生气起来了，那赶紧啊，恭恭敬敬的，希望父母的气不要再变大了，赶紧让他消消气了。都是念念啊，为对方着想的心。有一个这个媳妇啊，就是她婆婆骂她，有时候还误会她，然后她先生啊看到的呢，心理上还是蛮为她抱屈的。那这一对夫妻很有意思啊，这个先生上去了就说，这我这一辈子啊最幸运的就是娶到我太太。结果那个太太上去的就说，我这一辈子最幸运的就是嫁给我先生。昨天我们刘总讲的时候啊，大家可不可以感受到这个气氛哦，要互相欣赏，互相感恩。结果这个先生就讲了，有时候我母亲啊误会了我太太，她在被责骂的时候，我都觉得他很委屈啊，结果他太太就讲了，他不委屈啊，因为他觉得婆婆脾气上来了，假如他再回嘴，可能婆婆会更生气，会伤了他的身体，所以他赶紧啊，越恭顺，越甚至于是先承认我错了，先道歉。慢慢的婆婆这个脾气就下来了。而且啊，假如是误会了，被骂一顿，等事情澄清了，可能婆婆会更加的佩服啊，感念这个媳妇的德行哦，是吧？但是误会了，我们要回嘴，到时候面子放不下了，那很多事情可能就变成一个心结了，所以这个忍得住情绪啊还是很重要。好，这个是我们讲到的六个人。
能忍住脾气的方法。好，刚刚跟大家讲的是嗔，接着呢我们讲的是痴。其实大学里面讲的物有本末，事有终始，知所先后，则近道矣。这明理的人呢就不愚痴了，所以能了解事物的本末，事物发展的轻重缓急，先后顺序，这个就是不愚痴了。所以记得上一次跟大家提到什么才是根本。我们之前大家谈到很多本的概念，我们再复习一遍。人生什么是根本？孝是根本。再来，德是根本。我们每天读大学哈，治天子以至于庶人，一是皆以修身为本。格物是本。这个是德者本也嘛，德是本。来，还有没有？教育。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。还有没有？心是根本，起心动念是根本。还有一个答案没出来啊！昨天刘总的课你们没注意听啊？女教是根本，是吧？昨天我好像记得一句话，教好了一个男人，就好了，就是教好了一个人，是吧？教好了一个女人，就是教好了一个民族嘛，是吧？所以归魂乃圣贤所出之地，母教为天下太平之源。一谈到教育呢，女教是根本的，同盟养正是根本。三岁看八十，所以从小养成好的人格，这个是教育非常重要的一环。好，还有没有？五伦是根本，父子有亲是根本。好，所以从教育来讲呢，就是善心是根本。我们时时都能从根本去思维，就不会在枝末打转了。你包含教育里面环境教育啊是根本，一个好的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。所以孔子说礼人为美，则不处人焉得自然。你要找到一个很好的环境，所以孟母三迁呢，他就是搬到一个好的环境去熏陶。那台湾有整理了一个青年十二守则啊，也是做人处事的根本。好，我们跟大家交流一下啊。孝顺为齐家之本，忠勇为爱国之本。大家有没有感觉到
我们现在民族文化要复兴啊，得要有忠勇的气概出来。忠是尽心尽力的，勇是勇于承担，还有勇于改过。我们自己好了，才能给人好的影响。所以知耻近乎勇，很有味道。知耻就是改过了。仁爱为接物之本，信义为立业之本，和平为处世之本，礼节为治世之本。哦，我们看呢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啊，这些都是做人处事最重要的根本所在。我们看啊，礼节为治世之本。今天孩子懂得怎么接待客人，这个都是在形成他做事的能力啊。所以《孝经》里面才告诉我们，君子之事亲孝，故忠可宜于君；事兄悌，故顺可宜于长；居家礼，故智可宜于官。啊，他在家里呢，负责工作啦，负责接待啊，形成的做人做事的能力。啊，这个能力呢，还可以用到怎么去治理一个地区的人民。尤其以前是大家族，就几百口人在一起的，那就更磨练了他应对进退的能力了。好，另外，我背这六条是从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去背的，仁爱和平。另外六条，服从为负责之本，整洁为强身之本，学问为济世之本，有恒为成功之本，助人为快乐之本，勤俭为服务之本。我们看了，其实这一段话都，这些教诲都非常重要。比方说我们现在希望去利益人，首先你要有学问，自己连是非善恶都搞不清楚的，怎么去利人？然后呢，助人为快乐之本，是人生的价值，人生以服务为目的，去助人为快乐之本。可是呢，我们要去助人，要去服务人，又不勤劳，又不节俭，服务不好人。不节俭呢，你到哪一个团体单位去都给人家乱花钱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了。又不勤劳，人家常常叫你做事，还好像要求爷爷告奶奶，那怎么服务人呢？是吧？不给人家添麻烦就很好了。好，所以勤奋节俭的人才能真正服务好人，才能真正利益得了团体。所以大家看那个花钱大手大脚的那种人不能用。而且呢，要有恒心去做，才能把事情做好。有恒为成功之本。而且在团体里面呢，首先要懂得服从，有大局观。你到一个团体里面，都要别人顺着你的意思去做，那就添乱了。而且一个人要做好的领导，首先他是一个好的下属。一个好的下属，首先一定懂得服从。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见，那像多头马车一样，那到底往哪里走？所以下属一开始应该懂得配合，懂得服从啊，这个很重要。假如领导不对，那你可以劝谏，但是不可以这个在底下呢，在那里批评领导、批评团体，这个都是大忌。纵使决策不妥当，先服从。你该建议的建议完了，你也不要强求。等事情一印证，确实你讲的话对。那领导对你的信任跟你的见识啊，慢慢的就认同，
我们赢得别人的信任呢，它也是有一个过程的，不能够强求，还马上就要听我们的。当然，比方说你提的意见确实对，结果如你预期，他们出状况了。这个时候你要不要说，你看你们当初就是不听我的，活该。那这么讲也不行哦。那领导一定说，你有什么了不起，你明天不用来了。所以为什么说要委曲求全，要屈自老臣。很多团体里面的事情嘛，不可能事事都如己意啊，要懂得忍住自己的脾气，有时候还要横顺一下，服从一下。除非是这一件事情啊，会把整个团体给毁掉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就要另外《弟子规》说的，豪气随，怕无怨了。太严重的时候啊，你这个时候不得不坚持了，那你就赶紧大哭，坐在地上，我不管啊，就一定要把他劝回来啊。这个唐太宗有用过啊，他父亲就决定啊，要军队要怎么走，他觉得这一步去啊，铁定全军覆没。可是看他爸爸又不听他的，他就在军营外就哇哇就大哭起来。就后来他爸爸就看他这个样子，就有点这个调整。那个是属于啊会全军覆没的时候啊，这种啊是迫不得已的时候才用啊，你们不要每天用啊，那就麻烦了啊。好，所以这个是十二个呢守则啊。我们看一个人没有信业信义，他的事业是不可能做得长久的啊，这个都是本。好，再来呢，我们明理之后，这个痴能够对治啊。另外还有一个习气呢，是慢，傲慢。这个傲慢，不知不觉就来了。你不跟他 say hello， 他也会来。你比方说《弟子规》说的，勿谄富，勿骄贫。奇怪了，有钱了不知不觉就瞧不起没钱的人，有地位了那就不知不觉就瞧不起人家没地位的，长得好看了，双眼皮了就不知不觉就瞧不起单眼皮了。告诉大家，我是内双，不要误会啊。有时候你觉得人家没有，说不定人家真有，是吧？你不要太嚣张啊。好，这个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啊，让我特别感动。就是呢，有一次啊，因为我长得跟我母亲比较像啊，所以呢，我母亲啊，那时候我回外婆家呢，我母亲就给我外婆讲说啊，这个女婿比较像我们这边哦，你看眼睛什么的，就说我比较像我妈妈这边嘛，外公外婆这边。我外婆讲了一句话让我很震撼，我外婆说，哪有，人家鼻子很挺啊，就是我的五官里面呢，只有鼻子像我爸，其他的都像我妈。但是我外婆那时候就是马上说，人家那鼻子很挺啊，像他爸。那一点都没有那种傲慢啊，就马上都觉得好像称赞自己诚惶诚恐啊，没有没有，人家好，人家好。所以我从我外婆身上体会到很多人生的态度，包含我在四十几当中也跟大家说到，我外婆啊，到我们家是十只手指头数得出来的，都是不好意思啊，怕给
人家亲家添麻烦，他特别厚道啊，哦，说坐一下哦就走了，连吃饭都不愿意打扰。结果每一次我外婆来了啊，两个老人跟我奶奶牵着，哎呀，就开始寒暄呐，谈话啊，然后呢，我外婆就给我奶奶讲，哎呀，我这个女儿不好啦，这嘴巴不甜呐，动作慢呐，啊，就从那个进门哦到坐这个过程当中啊，一直在说我妈妈哪里不好哪里不好，我在旁边都觉得，哎呦，听怎么这么奇怪啊，自己在讲自己女儿不好。结果当他们两个老人坐下来了，我才知道各中的学问哦。啊，当坐下来的时候，我奶奶就开始说：“哎呀，这个媳妇哪里好啊，哪里好啊。”哦，所以不好啊，要自己讲，把好留给别人讲。哦，所以这个傲慢很容易起来。好，大家想一想啊，还有哪一些情况人容易傲慢？学历高容易傲慢，口才好容易傲慢。哦，哎，能才能好容易傲慢，经验多容易傲慢，年纪大容易傲慢，是吧？金钱多有吗？钱多，对对对。你看哦，人哦，外在条件好了就容易傲慢，所以这个不谨慎哦，时时都会被这个邪气给干扰，甚至有一个人被关进监狱里面去了，哎，他已经关了五年了，突然有一天有一个新的犯人进来，跟他关同一间。哦，他一看那个人快要进来了，赶紧站起来拍身体啊，趾高气扬，那个人一进来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已经关五年了哦。你看他还觉得他资历比较长，其实那是丢脸的事情啦，甚至都傲慢起来了。哦，而现在更扯的是呢，干坏事还傲慢，是吧？这个女朋友交好几个的，都伤天害理了，她还觉得自己了不起，所以这个慢呢，啊，得要对治才好。哦，而我们比较常犯的呢之一啊，就是经验有了，就拿着这个经验呢去衡量别人，去要求别人。这个是比较不容易察觉的。其实我们要了解，给别人建议啊，不是拿着自己的经验去衡量，去扣在别人的身上。哦，我们要了解哦，我们所经历的经验跟他一不一样？不可能完全一样，因为那条件不同。外在物质条件包含当事人的年龄经验都不同，所以人在领受一个经验的时候是要包含整个客观状况把它领受起来，而给人建议的时候啊，必须置身于其中，就好像你就是当事人，这样给人家的建议才贴切。所以做事情啊，要常常能够啊，心境上觉得是旁观者啊，给人建议的时候呢，自己要是当局者的这种态度。好，我记得有一次啊，刚好这个卢叔叔的两个孩子呢，他们去办了一个夏令营，办完以后，我们坐在一起啊，检讨，啊，吸收经验嘛。结果呢，这个卢叔叔就请其中一位大姐姐，哎，您对啊，这个小弟弟小妹妹这一次办的活动，
您给他们一些建议。结果那个大姐姐呢，她是台湾大学毕业的，又在大公司待过，现在还在大公司，那个时候，结果她就开始一直讲哪里不好哪里不好哪里不好，我讲了很久。然后呢，这个小弟弟小妹妹刚忙完哈，结果连点肯定都没有，噼里啪啦就是一堆批评。然后呢，他们的头就整个都垂下去了，抬不起头来。好，我在旁边也感觉那个气氛不大对劲哦。结果后来呢，这个大姐姐讲完呢，这卢叔叔就说到了，说你刚刚所有的要求提的意见，都是你大公司所具备的条件，所以你这样给人建议是不客观的。你不能因为你那些条件，你那些经验，然后就扣在这些年轻人的身上。那他们有什么条件？他们那些条件比起你差太多了，所以他们有现在这些条件能做成这样，他已经不容易了。你看到了没有？哦，所以有时候经验主义哦，那个傲慢就上来，不能体恤别人的难处跟他的难得，这样子我们去给人建议可能就不是很妥当了。哦，好，所以我们了解到呢，这个傲慢呢时时都会出现的，就更谨慎的，不可放纵自己的慢心。哦，而且啊，我们今天能把什么事情去完成，那要靠祖宗的福荫啊，靠圣贤的智慧啊，靠众人的付出，多少的义工，多少的同仁的投入，才能把事做成。好，我们可不能觉得哎是我的功劳，那就麻烦了。好，人常常也会自以为有功去争功，就不对了。所以颜回为什么孔子说有颜回者好学，孔子对他好学的评价不是说他每天24小时看书叫好学，孔子是说他不迁怒不贰过，那代表学问是在能放下这些习气才是真好学真学问。不迁怒，这嗔恚心啊能扶得住。今天觉得发怒了，马上觉得不对了，马上转过来，这是不迁怒。今天这个人做不对了，我们起了情绪了，绝不会再把这个情绪再带给其他的人。有时候我们在单位里面生气了，那个火药味啊还拿回家里去啊，这个都不妥当了。再来不贰过，就是错呢不再犯，能汲取这个教训。而对这个颜回自己也说到了，他是无乏善无失劳，这个无失劳就是不邀功的态度了，他知道成就一件事情是众缘和合，太多人的付出，而且他觉得那个是他的道义，他心上绝对没有功，甚至于是战战兢兢的，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。所以我最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啊，比方一件事情让我们做，
我们应该可以做到八分，可是我们却只有做到四分。好，我只有做到四分，那我对这一件事情有没有功？还是有过。可是自己却很有可能还沾沾自喜，我做了这四分功。好，大家听懂我的意思哈？哎，这件事情我假如没有这些习气的作用，没有判断错误，没有决策错误，它可以达到八分哦。这个叫做随缘哦，尽心尽力哦。可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足够的判断力，甚至于贪嗔痴慢还常常起作用，还造成失和，人与人之间不舒服，事情反而只做成了四分。好，我们常常这么想，就觉得战战兢兢，不敢要功，就不可能还觉得这四分是我的功劳了。哦，好。而这个孔子啊，对这个学生呢、啊，也是抓住很多机会教育点。好，有一次呢，孔子跟学生呢、啊、到了太庙，啊，鲁国的太庙，刚好在参观的时候看到一个器皿，啊，那个器皿啊叫漆器。这孔子学识啊很渊博，他听到这个介绍的人呢、啊、说这个是漆器啊，他就说了，是不是那个装进的水是中啊，中则正啊，虚则漆，就是斜掉了，啊，满则覆，装得太满了，它就倒掉了，翻掉了。哎，那个介绍的人说，对对对，就是这个东西漆器。所以孔子啊就感叹了，哪有自满而不倾覆的呢，而不失败的呢？啊，自满一定会这样的，傲慢的。结果这个子路马上就问了，那夫子啊，有没有可以一直保持满不倒掉的？孔子说有，义而损之。这个义啊，其实就是扶住自己的傲慢，然后懂得谦退，懂得自我嘲讽，或者自我察觉不足，谦退，这样才能啊不满出来，不倾倒，哦，不自以为是。那孔子路又问了这些贤者哦，他们问问题啊很有味道，他一定要问到下手处怎么做啊？既然要损，损之有道乎？怎么损？其实就是怎么谦退了。孔子马上讲了：高而能下，满而能虚，富而能俭，贵而能卑，智而能愚，勇而能怯，辩而能讷，博而能浅，明而能暗。地位高，但是常常能下人，道德啊财富很满，但是却能够虚怀若谷，富贵能节俭，这样才能保持啊，不然就要倾覆了。
贵而能卑下，不那个仗势欺人，不然祸就来了。智而能愚，有智慧能收敛光芒，大智若愚。勇而能却，这个勇当中有却呀，才不会把事情给莽撞搞砸了。所以有大勇的人，他是谨慎的哦，不是鲁莽的哦。这个勇不是匹夫之勇哦。所以刚好有一次，孔子讲到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，就是对着颜回讲，假如有人用我们的，我们一定把大道啊给他推行开来，没有人用我们呢，我们也自得其乐，不会埋怨，不会抱怨，不会怀才不遇，有这样的心态啊，颜回啊，我们两个有这样的心态。结果这个话讲完呢，子路在旁边呢就说了，可能稍微啊有点吃醋呵呵，子路也很直率啊，马上孔子讲，孔子子行三军而谁与？夫子啊，你假如在当三军的统帅啊，你要找哪个学生陪着你一起去？这个夫子马上抓住机会点哦，他抱虎平和无不愚也。好，我绝对不带那个哈、赤手打老虎啊，然后赤手呢过那个很大的河流啊，因为那个都很危险，那是匹夫之勇，我不带这种人。好，但是大家要了解哦。孔子这么直接点他的问题啊，代表他非常信任子路哦，不会批评一句话，哼，不跟你好了，不是这种弟子哦，所以你看那个师父常常讲啊，说李炳南老师啊，说真想跟李老学的啊，有打有骂呢，然后呢那个。不是真心要学的哦，都对他很客气哦，不错了，很好了，因为怕骂了以后他就跟你结怨了，不能骂了，所以呢，这个子路啊，跟孔子那个对话其实是非常高度的信任，然后呢，孔子接着又提醒他了，我会带怎么样的人呢？必也临事而惧，好谋而成者。是有睿智的，面临事情啊，他很谨慎，去考虑周详，必也临事而惧，好谋而成者。中庸里面一直强调，凡事预则立啊。不欲则废了。好，所以这个勇而能却，辩而能纳，虽然很有辩才，但是呢不好为人师，这个孔子都做到了。孔子在乡里面呢话很少，人家还觉得说孔子不大会讲话，可是孔子一到朝廷之上啊，辩才无碍，只要是为人民谋福祉，哇，都可以把道理讲得非常透彻。可是为什么在家乡里面呢？不是很多话，家乡里有很多是他的邻居啊，很多是他的长辈啊，哪有在长辈面前都滔滔不绝的道理呢？所以《弟子规》说：“对尊长，勿限人。”这个都是很有道理，而且那是自然的，不是刻意做出来的。而且说实在的，真正呢、这个能让所有的人佩服，
所有的人接受的并不是口才，而是真正把道理做出来。才，所以穷天下之变呢，不是你讲的多好，你真正都做出来了，你那个就是为人演说，你演就同时在说了。而这个讷的人就是呢，默默的去做，赶紧把事情做好，他不急着要去炫耀。所以变而能讷，再来博而能浅，学问很广博，但是呢韬光养晦，厚积薄发，不自满。而且说实在的，真正广博之人呢，他的心理上真的会自己觉得自己太肤浅。为什么？越学越觉得自己的不足啊，这不是装出来的哦，真的是博而之后觉得自己浅薄。这个我们历代这个有学问的人给我们做榜样啊，李叔同先生，弘一大师，这么有学问有能力的人，老人家晚年说他一事无成，人渐老啊，一钱不值，何消说？哎呀，学问越深了，越察自己的不足。我们印光大师号常惭愧身，这祖师啊给我们的风范呢、时时提醒我们，绝不可傲慢，要常惭愧，常谦退。这个明而能暗，很明白，看得很清楚，很有智慧，但是也给别人留余地，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时候他懂，不太苛刻对人。好，所以这个是孔子啊，刚好借由这个七器呢，给弟子们讲到的怎么样懂得不傲慢谦退的道理。好，那这一节课呢，讲这个慢呢，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大家早安。我们这几天一直在谈呢，对治我们的习气。那大家可能会想，这个对治习气呀，跟弘扬中华文化有什么关系？这些这么重要吗？所以
经典呢，彰显了人生的道理真相。我们肯接受、肯奉行呢，慢慢就能理解到这些教诲背后的深意，跟他看的深远。就像大学开篇告诉我们的，物格而后知至，知至而后意诚，意诚而后心正。还有贪嗔痴慢呢，这个心就没办法正，身也没办法修，家就更不可能齐了，国就不可能治。在现在这个企业商业时代啊，这个治国自己的企业就是一个王国了，小则几十人呢，多的话上万人都有了。那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，把家做好。为什么刘总他麾下的这些姑娘们结婚之后都挺好的？因为他们还没结婚以前呢，就开始学习了。刘总调教他们，更重要的呢是刘总他们夫妻啊给他们的榜样，所以齐家才能治国，修身才能齐家，这个一点侥幸不得。那我们应该啊都还记忆犹新，刘总那一天晚上一个半小时给我们的分享。那诸位学长们，你们现在脑海里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句，还是哪一段？来，哪个学长跟大家讲一下，让你触动最大的？你们怎么无辜的看着我？假如现在脑中一片空白，那就是那一个多小时啊都没用心听。还是用脑子听，硬要把它记下来还是记不住。用心呢，一辈子都不会忘。大家还记不记得人家给你台阶啊就赶紧下啦，是吧？刚闹了点别扭啊，先生说吃饭去吧，好吃饭去就没事了。这个时候还是不理你了，那叫没事找事，这叫愚痴。不贪不嗔不痴，不愚痴的人事事想着如何把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，绝不可能无事生事，把事情弄得更糟。那个就是随顺愚昧了，随顺自己的坏脾气了。所以没有这些不贪不嗔不痴不慢的功夫，人与人能相处的好不可能。所以我们回想一下那天晚上的整个课程，大家回到两天前的晚上没有？首先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高中毕业的女孩，是吧？然后下乡去教了两年书，记不记得？然后教得很用心，当地的人都留她，希望她能在这个乡下干革命，是吧？能做一个乡村教师。后来还是回到都市啊，一干就是20年，都没有换过工作。但是
虽然没有当上教师啊，但人这一生哈，该干什么跑都跑不掉，是吧？30多年之后啊，还得干。所以大家看破了没有？啊，该吃的苦赶紧吃，该干的活赶紧干。你越晚干啊，越累人。哦，所以我是挺认命的，因为我属牛，啊，就要顺着这个牛性。哦，所以这个闽南话说“这牛的拖，这狼的磨”，啊，就是做牛啊就要跟，做人就要接受磨练。我又是人又属牛，就更要磨练，是吧？哦，而大家看哦，刘总在一个公司做了20年，大家看到没有？他的忠诚。他没有想到我自己能力多好了啦，我应该获得多少利了，心中都想着的是这个单位对我的爱护，给我的方便，从没有。大家整个一个多小时的过程当中，大家有没有听到哪一句刘总为自己想过？不贪哦，没有为自己想，不为自己想好不好？那我不是吃亏的吗？所以一个人人生要有好日子过，要有幸福的家庭，首先要学吃亏，不要计较。越不计较，人家越感他的这份自爱自敬。爱人者，人恒爱之。敬人者，人恒敬之。我讲到这里就想到刘总那一天讲的，要有付出的心，不求回报的心，要无怨无悔的去做，也别啰嗦。哇，哎，这些话都很深刻哦，都是28年结婚的心得哦，跟家里人相处深刻的感受哦。而且刘总还说，身边的人我们就应该好好去疼啊，心是柔软的，心是细腻的，所以内行人看门道啊，外行人看热闹啊。我们好不容易几千里啊，请我们刘总来给我们讲一堂课啊，我们可不能看热闹，然后看完了来来来跟刘总拍张照，我，哦，回去了还可以，你看我跟刘总拍照不止没收获，还贪名闻利啊，有没有？对啊，所以时时要关照这个念头，时时学习啊，要从根本，就是学到人家的存心啊，目前当目其心啊，效法他的存心呢，啊，那一切言语行为就能够跟上了啊。当然，我刚刚讲的跟刘总拍照哈，没有其他的意思啊。你们这几天刚好有拍的哈，我不是说你们哈，哎，我这个人呢，你们要 trust me 哈，要相信我，我绝对不会指桑骂槐。哦，我假如会指桑骂槐呢，那我就常常把人家的不是记在心上了，那我就是师父讲的最傻的人了，把人家的不是垃圾都装在纯净纯善的心中。反正师父老人家讲完这段话，我就不想再干傻事了。假如刚好讲到一些情境，那是巧合， OK 哦，那个是真的哦，不然哦，很多人冤枉我。我每一次讲完课下，哎呦，怎么都说我，哦，好像是我这个意有所指，不是这个样子。说坦白话，我们不就是贪嗔痴慢作祟吗？是吧？哎，把贪嗔痴慢都放下了，
就没事了。而讲的也就是不贪不嗔不痴不慢嘛，那我们的问题病根不就在这里吗？所以不管怎么讲哦，都会讲到我们自己啦。哦，好啊，所以假如这个好像讲的就是在讲我们自己啊。第一个呢，可能是祖宗保佑，哦，让前面讲课的人哦提醒到我们。哎，再来呢，就是诸位学长的心态非常好，通通呢觉得对照自己，要求自己，所以一堂课听下来啊，每个人的体悟收获不同，不是讲课的人决定的，而是我们听的人自己决定的。所以这个学习的心态，只有我一个人是学生，都是对我一个人讲的，哎，这个心态非常重要哦，不然哦，有时候台上的人在讲，我们在底下听着，哦，老师在讲那个人，哦，然后还怕他不知道，还瞄他两下，讲你呢，那这么听哦，一点收获都没有，甚至于还会堕落，都见别人过。还控制别人，哎，赶紧听啊，赶紧听啊，给人压力了。好，所以我们每天啊，日行一善，行善不能等，而且呢，要每天啊，能看到每个人的善，见人善，即思齐啊，人有这样的态度，不得了啊。你每天一定得日进过日少，而且刘总的课听下来，不止呢，我们向刘总学习啊，包含他的先生、他的父亲、他的母亲、他的公公婆婆、他的孩子、他的媳妇。哦，你看人家他媳妇不简单哦。就婆婆讲一次，从此以后都是规规矩矩的把头发盘好，然后跟他抢着做饭，坚持一定要他做，不让刘总做了，那都是很细腻的体恤啊。知道刘总这一阵子哦，为了弘扬传统文化太累了，看他在干呢，很不忍心啊。哎，他的家里人很自然的都把这些活啊给承担起来了。大家有没有想到一个景象呢？刘总要出嫁了，他的父亲给他讲了三句话。哎，哪三句呢？该干活了，有责任心啊，有承担啊，替整个家庭设想，就是把贪心放下，不要再想自己了，一心一意呢为这个家庭付出。人假如还想自己，怎么都我干他不干，又计较了，这个家就失和了。所以老父亲的叮咛啊，背后都还是这个心地的功夫啊，该替别人设想了，不要计较了，能做多少做多少，能做是福气呀。第二个，别给人添麻烦，哎，处处替人设想，不要让人难堪，不要让人难受，啊，人时时想着不要给人添麻烦，心地柔软，设身处地。假如还有脾气啊，哪有不给人添麻烦的道理？还有愚昧，还有傲慢，铁定给人添麻烦。所以真的要不贪不嗔不痴不慢，才能修身齐家，不然办不到。很多人都想要家庭美满，可是为什么渐行渐远，背道而驰？
没从根本的格物下手。所以这个老父亲第三个叮咛呢，别给人笑话。哦，这人的羞耻心呢被激发起来了。啊，有羞耻心的就不干愚昧的事情了。好。哦，所以这个刘总也提到26岁。啊，他先生26岁的时候孩子出生了。你看当下大家有没有脑海里有没有浮现他先生在抽烟的那里，哦，在那里。这个时候我们是起一个念头，哼，还说全包了，一个礼拜就受不了了。你看会怎么样？那铁定啊，夫妻就闹别扭了。所以无我很重要啊，不要只想到自己的，想到先生，哎呀，一个大男人，你每天叫他在那里洗尿布哦，还是要看这个男人他的一种特性。他的先生就是那种冲锋陷阵啊，就是要创大事业那种格局的啊，你能体谅他到他。你能随喜啊，让他去做这个发挥啊，你越能理解他，越能支持他，回应回来的也是他支持你。所以你支持他是因哦，他支持你是果。所以刘总支持他先生的事业是因。20多年后，他先生支持他的事业又是果。人生啊，都是因果不断相续哦。种好因啊，你就结好的果。今天假如我们不支持先生，常常他扯他的后腿，改天我们做什么事啊，人家也扯我们的后腿了。哎，所以为什么我们学传统文化？家里的人都扯腿扯后腿，哎，奇怪了，怎么刘总学的话呢，家里的人全支持不扯后腿。这个就是重点哦。任何事情啊都没有偶然的。我们可不能说哎呀刘总运气好啦。这种话不能讲哦，叫愚痴哦。任何人生的境界福分都是修来的，自求多福，不要羡慕别人，要学到别人的善心啊，学到别人的德行，这个才重要。好，哦，所以我们很羡慕啊，好像别人回到家里都很顺，都不会反对。哎，有些朋友学了之后很激动啊，回去，然后就给他先生倒了一杯茶。结婚十几年了，没有倒过。结果他倒过来，他先生就说：“你今天吃错药吗？你今天不正常。”好，诸位学长，假如我们的家里人，我们恭恭敬敬的给他一杯茶，他反而觉得我们不正常，当下心里好不好受？好不好受？不好受哦。为什么不好受？我都这么做了，你还这样。所以烦恼的根在哪？我啊，我贪啊，我嗔啊，我慢啊，擒贼要擒王啊，我们一定要把他给抓住，然后把尚方宝剑抽出来，直断其根，这颗毒树啊，从根上就把它给砍断，从此你就没烦恼了。你们怎么
好像只有我抽出来，你们好像表情都不是抽出来的样子，他重来啊。哎，我们说要随文入观啊，哦，这个道理一下子就进去了，你的脸色就不一样。大家有没有跟亲戚朋友谈话，谈着谈着呢，他本来揪着一张脸，突然呢听懂了，那个执着一放下，哇，那个脸色开始红润，有没有这个经验？有。所以大家，我们听这一些道理啊，真的把它听下去了，待会脸上就放光了。哇，现在就有些人都放光了，是吧？哦，所以放下才能真正轻松啊，真正自在啊。而今天我们做好，人家还不认同，原因不在对方，在我们自己。因为我们十几年态度不好了，一下子变好了，人家不能适应，甚至于还想其中不知道有没有诈，是吧？哦，今天是怎么搞的，对我这么好，到底要提什么要求了？哦，这个都代表我们以前没有无求的付出啊，一付出了让人家觉得浑身不自在。所以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啊，是很有道理的。所以有一个太太，确确实实啊，这个很恭敬给他先生倒茶，他先生说：“你今天很不正常。”哎，我们很能理解别人为什么这么说。好问，所以呢，这个太太就跟他先生讲。我今天很正常，我以前不正常，我以后都会很正常。大家感受感受，他先生听到他这么样笃定的三句话，我看也会很佩服他。哦，当然了，说了以后还要真干，真做了，人家真的佩服了。每一句言语啊，都是从我们真实心当中啊流露出来。所以刘总看到先生这样啊，知道呢男儿志在四方啊，赶紧说：“哎，我身体都挺好的啊，你赶紧去工作吧。”啊，先生就高高兴兴的开始去创事业了。啊，从此啊，刘总就把孩子啊，把家里这些责任呢都扛上肩上来了，而且呢，把先生也照顾得很好啊。想到可能是父母给他讲的啊，男人在街上走啊，就看到女人的，哎，你们女同胞怎么都没什么反应呢？哎呦！我觉得很有意思，都是男人记得，女人不记得。哦，可能是男人都说说你们的，说你们的，记住了。女人都说我偏不听，我偏不听了，完了麻烦了。哦，所以呢，勇于承担这些教诲很好。当然我们听了之后不能去要求女人，不然我们也堕落了。听的时候都我太太这一条没做到，那一条没做到，好啊，回去好好说说他，那就麻烦了。怎么样回去呢？五十步笑百步，我们自己都没改啊，就开始要求别人。太太边听边说：“你也没好到哪里去，还敢讲我？”哦，所以正己而不求于人，则无怨。所有的道理啊，都是来要求。